我在这里等了你好久，终于等到你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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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里
首先我是在影片里面扮演聂小倩，大家也知道是一个经典人物。跟传统的那个《倩女幽魂》就《聊斋》里面的那个故事其实是不一样的，其实是为爱牺牲的一个角色。我要入一下戏，一开始就是要演的时候，我懵的，完全我得怎么去演？正光都一起打了才对。当就是喊 action 的时候，我就是放开去找那个感觉，就真的是拍的时候就真的就是放开了，我觉得特别爽。你走啊，走！我要处理这个虐恋，而且还要舒服。在处理情感戏上，我觉得他专注度也是非常高的。我挺喜欢钟主席的，主席很聪明。往往两个人在对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两个会挺有默契的，看看对方。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壳，外表世故成熟的壳，心里面还是一个小女生。